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连续第八年，南投便衣利用几年前来到南投市的仁寿公园举办义诊活动，安排医生走入社区来照顾民众的健康，也结合着爱心志工发放民生物资。立交河社区嘛做伙来响应这场爱心行动，现场煮烧烫烫的点心，让大家是感觉真温暖。寒冬送来的温暖，带着阿公阿妈活动经过意外，结果医生走入社区来做义诊，为牛血压健康咨询、甲癌症的检查、宣导这等等，希望讲带予独居长者，也够家友满满的关怀，也够健康。现在就先拢为这里面服务啦，哈，好啦，我呢感觉真好啦。哎，那直接附近的拢足好诶，唔免坐车，佮做服务嘛真好。大家拢知影吼，天气有点冷，都先来流感发威啊，也希望传授一些我们的健康知识，同时跟他们的健康把脉。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嘉禾社区活动中心，社区发展协会呢，来一起协办这个活动。连续八年，南投病院对着市民众的服务，唔捌来缺席，希望可以温暖来健康过好年。佮仁寿公园来安排着义诊的活动，包括嘉禾社区来到三工，传着烧烫烫的餐点，一个爱心志工来捐白米，一个鞋啊，做伙来付出关怀。寒冬有爱，岁末传爱，赞！一年的开始，那为我们各个长辈啦、一些乡亲啊，做一个健康的一个咨询，好，那做一些健康的一个照顾。那我们同时感谢我们嘉禾社区发展协会啊，还有我们杨月娥女士啊，对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，提供我们乡亲跟我们工作人员一些热腾腾的食物啦，跟一些物资的一个资助。就着义诊活动，就得来关怀着民众以外，咱们朋友嘛提醒着乡亲。最近天气变化较大，要来做好着保暖的措施。尤其讲是有慢性病患者，还是年岁较大的长者，都要特别注意，好好照顾家己的健康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